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了明哥聊太极。那么今天这个是明哥的美国生活，这是今天第一次参加外国人的一个生日，小孩的生日 party。 大家看他在这个后院，这后院里面有很多桌子，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活动还有他带了一个台子，我不知道干什么的。这个是摆东西的，你看摆的都是吃的，好像是自助餐，大家可以随便吃东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这个他就是今天过生日的，过生日的这个小朋友叫 his name is Arjun。好，我看，这阿珍开心。这个地方来，有文化呢。请了一个他们的过生日，在院子的外面摆了一个充气城堡，那小孩可以在这玩。看一下，他们还请了一个动物园的人，把动物带到这个地方。你看小动物。这是一个鸡，还有羊，这些小动物。这是这个他们，我刚才问了一下，他一个小时是$275，$275还是很贵的啊。刚才我问了一下，这就是今天这个生日 party 很有意思哈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因为我们是邻居，我就住在他的旁边，中间有50-60米的样子，所以他喊我们来，我们就来了，来这是看一下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